而大过年就真的是好心痛，台北市福林桥有超跑被撞毁了，可以看到现场呢，车祸就是这辆橘色的迈拉伦超跑，其中一辆轮胎甚至还被撞到掉了下来，那么上面还有扭力车格相当的惨烈，后面这个保险杆呢也被撞毁，整片是凸了起来，整辆车就这样停在桥边，吸引了不少路过民众的目光。那么事发在今天下午3点半左右，台北市士林福林桥上，这辆要价1680万的迈拉伦超跑不明原因突然是自撞桥梁内侧护栏，甚至呢在往外弹出去之后停在路边，那么撞击力道之大，甚至连这个左后的车轮都直接喷了出来。那么开车的张姓车主没有酒驾，他事后呢向警方表示，因为他对这辆超跑的性能还有操控方式都不太熟悉，那么加上对这个路况不熟，才会不慎自撞，详细的车祸原因都还要再进一步调查。以上是这样最新情形，掌握全球情势、国际新闻，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